GK 版8888阳光预算，随机植物分别挑战100只机甲橄榄教师。首先，随机植物。豌豆射手、寒冰射手、仙人掌三种植物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感觉谁能挑战成功呢？弹幕留下你的答案吧。首先，第一出场的就是100阳光一颗的豌豆射手，8888阳光，咱们总共种植88颗。普普通通的小豌豆，应该没有小伙伴会支持他吧？眼看橄榄大军已经来到面前，豌豆射手意料之中触发小推车，挑战失败。然后现在第二出场的就是寒冰射手，150阳光一颗，咱们总共种植59颗。由于寒冰射手带有减速效果，我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。哎，寒冰射手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，挑战成功。最后出场的同样是150阳光一颗的仙人掌，59颗仙人掌能否挑战成功呢？咱们拭目以待。仙人掌的攻击具有穿透效果，这个应该也是没有问题，挑战成功。最后，寒冰射手、仙人掌挑战成功，小伙伴你猜对了吗？好了，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见。